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艾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全程站着完成的马甲线训练，有且只有五分钟。今天的马甲线训练不需要任何器材，新手友好。如果一天能做两遍，坚持28天就会看到效果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站着运动，我也出过很多躺着就能完成的不同难度的腹部训练。接下来的训练会让你心跳加速，练完之后会觉得浑身通透。赶快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始吧。今天我们一共要做10个动作，每个动作30秒运动，10秒休息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。如果你还想瘦胳膊、瘦大腿、瘦全身，别忘了关注艾琳的微博和 B 站，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免费的训练项目。我有尽量设计各种不同并且有趣的动作，希望你们练起来不会无聊。油管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抢先看到艾琳最新的健身动态。找一块瑜伽垫或者地毯，让我们练起来。首先，我们来热身，做一组高抬腿。双手叉腰，双腿尽力向上抬到最高点，注意要收紧核心。如果觉得很简单，可以加快速度。3、2、1，现在可以休息10秒钟。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抬腿侧身，双腿比肩稍宽，左腿抬起的时候身体顺势转向左边。这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会有一点不稳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核心呢还不够强。没有关系，坚持训练就会看到进步。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边，
第二个动作，手摸脚。抬左腿，用右手去摸左脚，然后交替。直着抬起腿的时候，下腹部的发力应该很明显。加油大家，做完这个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动作了。想一想你是为什么开始这个训练的，再坚持最后一分钟，你肯定会庆幸自己没有放弃。欢迎大家来到最后一个动作，便是高抬腿。尽量把腿抬高，有一种一只腿蹬地要飞上天的感觉。最后一个动作了，你可以的。3 2 1，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个5分钟的站立马甲线训练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浑身很通透啊？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呢，就坚持到最后，那你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我坐下来也感觉有些吃力，腹部酸酸的。最后大家不要忘了拉伸，让我们的线条更好看。如果你喜欢和艾琳一起训练，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，点赞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。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，今天是你跟艾琳打卡的第几天，别忘了去看我的其他运动课表，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免费的训练项目，我有尽量设计各种不同并且有趣的动作，希望你们练起来不会无聊。油管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抢先看到艾琳最新的健身动态。最后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。